基督的国度是我温暖的家，神子民共同拥有它。基督在教会中行走说话，与神子民同生活同起居。这里有神话语的审判刑罚，还有生命做工伴随，是神话的教官供应带领，是我们生命得以长大。这里是基督掌权，基督掌权的国度是公平公义的天下。基督的国度是我温暖的家，神子民心里恋慕他。神的话语在教会掌权，凭真理行事，心尊基督为大。再没有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不用设防，不用经历了神的审判试炼，百般心情得着洁净变化。这里有我的欢声笑语，我成长的故事，还有我跟神的悄悄话。这里有神所付出的心血代价，这里的每一件事都让我感动，是种真情难以表达。我是基督可爱的良人，可爱的良人，是你给了我们一个温暖。